仙草。那有没讲过仙草？冇看过仙草的。对啊，仙草新品种，桃园二号。香华。1990年自花莲县寿丰乡收集的野生变异群中选出比较好的啦，啊来试种啊。哎，这种的通常拢对咧种。应该唔知呢，讲你桃园吗？桃园要清净啊，这啊，也应该是这啊，这啊。啊，这是变哪变仙草吼？啊，平头大。是顶面的花吗？还是规个规丛啊？叶啊，挂迄种花迄啊，伊个花有点紫色的，着规丛慢慢来细细白搭，啊来住的有迄个胶质啊。这个你到种子啊，摕倒来种。啊，安尼种会活吗？唔知影、啊，着、就是饲。伊个种子是顶面迄个泥迄吗？对啊，花着有种子啊。你是唔知，我着。啊，你嘛未晓用好无？你泡个搭了咧。泡个搭着直接煮就好啊。你是唔知起来无？哦，真大片！啊，迄边个油菜花，伊讲即个是可食用的。即个是可食用的。叫洛神花。即油菜花啦，啊，另外遮，无经历。遮边啊，这是洛神花啦。伊这洛神花，敢若遮洛神花种无啥起来。因为像这搭去，伊遮边啊，就拢有生细丛的出来啊。有好看的东西啊。仙草，唇形科仙草，仙草属哦。伊花期伫咧秋冬季啦，可全株利用啦，将枝叶采收后晒干，储藏半年以上，再以干燥之仙草加水熬煮。嗯，你搞共个款啊？好。加入淀粉凝固后，即为清凉消暑之仙草冻。哦，所以伊袂家己结冻，伊爱有含枝、含枝叶啊，含枝粉。无你讲家己个，好个再有看伊只，伊只有教你安怎做啊。其性呢，本来真水呢。其性味甘淡，性寒有消暑、清热凉血、解毒之效。可用于治重暑、感冒、糖尿病、黄疸，这什么四泻是落屎哦？痢疾、高血压，哦，这食这袂歹呢。肌肉痛啦、关节酸痛、疼痛，急性肾炎、风清热解毒啦、风火、牙痛、烧烫伤、丹毒、梅毒等。哦，食仙草袂歹呢。这是不知道真的是还是一些好，第一次看到仙草的那朵花，这朵开花更加漂亮，没以前都只知道吃，都不知道它怎么来，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好。